New Life Worldwide 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功能医学医疗理念的全球性公司。创办人麦嘉信先生是国家级功能医学营养专家，与功能医学医生 Mr. David， 他们拥有超过20年的功能医学营养经验。自2012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我们 New Life Worldwide 一直坚持为人民提供最优质的健康产品和服务。在2019年，我们把总部设立在了马来西亚，这一举措让我们更好地服务全球客户，并为他们提供最先进的健康产品和服务。目前我们已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门和大陆等国家营业，我们的声誉和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的黄牌产品功能性浓缩食品小麦草与苜蓿芽，它是通过精心筛选和混合小麦草和苜蓿芽的最佳部分而制成的。这些天然成分富含营养物质，能够有效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代谢水平，从而使您更健康更有活力。 New Life Worldwide 它不仅仅是一家提供健康产品的公司，我们还提供线上健康分享会、线上代理培训班等等。这些活动让客户只需在家就可以了解如何更好地保持健康和获得财富。实现健康和财富的平民化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在 New Life Worldwide，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得健康和富足。我们承诺为全球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并帮助他们实现健康和活力的生活方式。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和我们一起去改善更多人的健康和生活。谢谢大家。